们在按头的时候呢，可以分泌一种脑内啡，会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愉快，刺激新陈代谢跟他的免疫力，可以让狗狗他们的自愈能力是维持在很好的状态。在做 SPA 的时候会有稍微按摩一下，可是今天呢是专业的一套宠物按摩，看它有什么感觉，然后也会稍微介绍一下宠物按摩对狗狗有什么好处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台是气中能量按摩，就由我们按摩师的手在传导到那个 Punky 的身上，达到更深层次的效果。知道每只狗的感觉不一样，可它可能会有一点像电，就是有点像一个频率在震动。因为你完全如果不知道，等一下它会什么感觉，你也可以先体验。有变流哎，妈妈的，我吓到了。没有转速啊，它最高到9万，然后一是最弱，所以我们刚刚到5都很有 feel 的。洗 Pumping 的从2让它习惯一下，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。现在在安抚南瓜的情绪，让它比较稳定一点，因为它现在看到太多狗很 happy。有放轻松了。对。它坐稳定。对。它怎么突然坐稳定？准备好了 ，I'm ready。不像 Pumping 这样比较稳定了，我们都会在5、8节开始先做按摩。像狗狗的脸部啊，除了头部、耳部。跟人一样，就是眼部跟像这个是唾液腺附近的位置，去帮他们按摩这些地方。唾液腺那些腺体比较不会堵塞。默默的一脚，大家就算有踩到，就会有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刚刚感觉。它现在有比较稳定一点了，知道我们在帮他做什么了。哦，在状况内了。爸爸有你好幸福、哦。刚刚不知道你们在对我做什么。前侧一样，就是像我们的腋下淋巴一样。小孩子感觉有点小刺激。他们会有像人一样按摩，然后觉得身体很舒服。会，他今天是比较兴奋，第一次。其实我们很多狗狗按的，大概来第二次以后，他们就爱上了。按到肚都嘟着不要走，都会翻肚。然后因为像狗狗跟人就不一样，其实狗狗没有锁，像他们常常喜欢出去玩啊、奔跑啊。其实它这边有一些前肢带肌，是一些肌肉组织，那这些软组织，你需要定期去保养它。我们在按头的时候呢，可以分泌一种脑内啡，会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愉快。这可以在家里这样。对，这里对自己在家里的话，其实你们可以这样子帮他按摩，非常非常棒。的毛皮其实健康也很重要。那像有一些适当的手法啊，都可以刺激新陈代谢跟它的免疫力，可以让狗狗他们的自愈能力是维持在很好的状态。它平常喜欢翻肚吗？喜欢。会变吗？会变吗？会变。变好啊，来表现喽。趴下，再趴下。OK， 好棒啊！变，什么变？变，对，好棒啊！好棒啊！可以把它翻过来，可以，好棒啊！把握姿也可以按后肢，对，它就不用一直站着那么辛苦。看得出来他的身材不一样，比如肌肉比较多啊，或者是平常没什么运动啊。如果说有比较僵硬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感受得出来，很健康，而且他肌肉还蛮结实的。所以我才说你们把这个，因为怕大狗你说不能太重，他应该摸不到，可以吗？要蛮仔细的摸，看得到腰线呢，是比较标准。他基本上真的是没有腰身的。什么？康平没有腰身？康平 ，I'm sorry。是毛孔啊。好了，哎呀，好棒！你按摩完了，你有没有舒服？狗狗如果有适时来按摩，其实对他们的身体也很好，就是可以保养他们的身体。年纪比较大的狗狗也可以来按摩啊，让他们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帮助。你喜欢吗？你有没有舒服？它看起来超舒服，而且在这边玩得很爽。有没有舒服？